是，那我们龟龟有没有讲讲话的？反正选我的都嘛赢嘛，对不对？没对手啊，对，选我一定赢嘛，对。他们两队一定是，我要龟狗，没有龟狗我会输，被哥哥弟弟瞧不起，对，就没错吧？啊，你选你会不会赢？你要讲啊。选我肯定是赢啊，我五路通的嘛，我是五路通的。五路通啊，我今天没有讲话，来宾。要选个提莫打野是。啊？要不要选一个提莫打野之类？你是不是昨晚也没睡？我。如果两边都选我的话，我就选你先啊。捍卫小人都不讲话怎样？谢谢你把麦克风还我。啊，其他人不讲话是？国栋，对不起啊，前天演了一场，拜托选我。没有，你已经跟统神一队，你已经跟统神一队了。